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你们好。你知道我们选择的每一个行动，都可能间接造成今日的社会吗？让今天七月三十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我们的罪。现在，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。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四章。 第十七至二十二节，上主，我眼泪直流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的处女人民大受摧残，受了严重的打击。我若走入田间，看见刀杀的遗失；我若进入城里，看见饥馑的可怖惨状。就连先知和司祭们。 也流亡到他们素不相识的地方。难道你决意抛弃犹大，实心厌恶西庸为什么你打击我们，致使我们医治无望？我们原是期待和平，却不见好转；希望医治的时日，却只见恐怖。上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。 和我们祖先的过犯，我们实在得罪了你。愿你为了你的名，不要嫌弃，不要轻慢你光荣的玉座。望你记忆，不要废除你与我们定的盟约。一民的虚无中，有能降雨的吗？或是诸天能自失甘霖？难道不只是你，上主我们的天主？ 我们寄望于你，因为你行了这一切事。感谢天主。今天，耶勒米亚先知向犹大人民宣报悲惨的预言，我眼泪直流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的处女人民大受摧残，受了严重的打击。 我若走入田间，看见刀杀的遗失；我若进入城里，看见饥馑的可怖惨状。就连先知和司纪们，也流亡到他们素不相识的地方。若耶勒米亚活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他是否也会为我们的世界流泪呢？打开新闻，我们听到。 看到的是战争、天灾、饥荒、疾病、道德沉沦、家庭和社会的瓦解等。是谁造成了这样的痛苦？谁应该为这些罪过负起责任？也许我们习惯性的把手指头指向他人、政治家、大企业、贩毒者、恐怖分子、别的国家。 别的党派等，但难道我们个人的罪能和这些社会罪恶的结构分开吗？天主教教理一八六九说，罪恶的结构是许多个人的罪过的表现和结果。罪恶的结构反过来又引诱受害者自己去作恶，它构成社会的罪恶。我们喜爱奢侈的生活。 物欲不受控制，结果遭殃的是地球的资源环境。我们放纵欲望，觉得点看色情网站而已，不会伤害别人，却支持了物化男女的色情行业。我们不愿意原谅得罪自己的家人，更怎么能去同理和我们不同的难民、其他种族和国家的人？ 面对社会的罪恶，耶勒米亚呼吁人民先反省并承认自己的罪恶。你愿意从你的罪悔改，让天主延伸他救赎世界的工程吗？请品尝圣言。上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过犯，我们实在得罪了你。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盛言。今天，你能如何改变你的消费习惯，为环保出点力？最后，让我们全心祈祷。天主，我明白我的生命和一切创造都息息相关，请帮我仔细选择每个行动。 为世界带来祝福，而非灾祸。谢谢您的聆听，愿天主降福您，平安喜乐。我们明天再见。